志伟拼进四十人名单，美职生涯跨出一大步。光芒队19日公布新的四十人保护名单，台湾旅美投手胡志伟列入其中，正式进入大联盟的四十人名单中，以避免之后在规则五选秀中被其他球队挑走。今年胡志伟在2A 出赛，缴出防御率2.59成绩，获选2A 南方联盟年度最佳右投手，并且是光芒季末农场潜力新秀第六位。由于他赴美已四个球季，根据规定，若未能进入四十人名单，将会被放入规则五选秀，避免优秀选手长期囤积在小联盟无法出头。而胡志伟这两年小联盟稳定的表现，自然成为光芒队想要保护的对象。同时，胡志伟也有机会入选明年经典赛台湾队国手，到时候有望成为国家队的主力先发。体育中心努力拼大联盟报道。